心情恁得理解。粮票认命，粮票认命，这不是小事儿，这是大事儿。台儿就要台儿，就要是台儿，粮票认命，就要是台儿，你只能说是粮票认命。但是现在俺的大人一直在难受呢。把台包了好久，然后相信这儿，然后就来这儿了。他给我错药了，我是来保胎了，给我一个流产的药。躺在床上的这个孕妇啊，今年25岁，刚刚怀孕3个多月，为了保胎啊，专门住进了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，保胎却吃了流产的药，这事儿啊，听了都让人难以置信。早上我正输着九点正输着止血药了嘛，嗯，然后医生给我送来一个药，他说沾沾给你的药吃一下，然后我就吃了。吃过的那个药，半小时以后，然后开始有点这个肚疼，一个小时左右开始就是出现这个恶心、呕吐那种症状。现在已经见红了，然后有宫缩反应了。孕妇肚子一直疼，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，家属就赶紧找医生。医生一句话，家属听完后直接愣在了当场。医生让我说个没事儿，就是你还需要活动活动，对你就是排出这个孕囊有帮助。让俺家属吓懵了，俺家属说俺是来保胎了，然后他就赶快就是走了，一会儿科室主任去了，我赶快输液。